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这个老师烂爆了，我们就从烂爆老师开始。我真想取自己的号叫烂爆，伸手真自认真好认真，别号烂爆啊！那同学封给我，我也蛮喜欢。为什么呢？我先讲正经的啊，那个很感慨，我们的教育难道都教学生教他们这样喜欢写黑函匿名留言，大放高调？你如果说这个老师是不接受建议的哦，很凶或者怎么样，可是不是啊？你不信我们都有上课实境秀嘛？像我刚才分享那个，我们上一集的，对啊，天下公平嘛。那、啊、他们上课的情形是怎样，也应该秀一秀啊！啊，我说现在什么哦，各自保护个人哦，保护个人啊，下地狱，净做一些坏事啊，起心动念都是不善。你这个到底是到时候上帝审判，还是阎罗王审判，管他谁，我就是这样也改不了了嘛。那你呢？你们在干嘛？如果秀出来的话，能见人吗？是不是？赶快汽修啊！对啊，不用汽修，好吧？我来汽修哈，当掉，分数不及格，所以不要怪大家程度不好，怪我教学失败嘛，所以还留我干什么？搞不懂，到时候可千万不要来有人来留我，尤其很多是人情的，那没有必要，不要用那个情绪或者感情用事。再来第二个，我要提这个烂报就是怎样？除了上一集跟大家提到这个一对一嘛，要么你看还两个人按赞，对不对？然后就三个好了。既然有人压住，那既然烂报了，要就是我烂报了，要么就是你烂报了嘛，只有这二选一了嘛，不是 A 就是 B 嘛，非是 A 即非 A。再来，我以后可能有兴致的话，这个网页还没死掉，反正我也截图过了。有想到都会在录这个，这个也是警醒自己了然后对照一下。再来就是，除了是个体，只有这三位菩萨之外，就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时代做一个记录这个如果除非这个影片流传不下去，流传到后世，看看到底是谁烂爆那你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你曾经你的祖先留下的一些痕迹那到底是谁烂爆？我想后。以后的人或其他人没相关的人都有一定的见解或公平，这是很好的，所以很感恩这个。尤其他们，如果他不是匿名留言，我还没办法只能用转说的部分截图，这样子房子也付给大家了。好，那烂报的老师或者烂报的孙守生，要开始来跟大家一起读懂实境秀了看到底是我烂报还是他们烂报。我倒希望他们也来拍拍实境秀，来教我们读懂林三美的地震歌吧。再来这个林三美前面都一直划掉，为什么我要念他赞？为什么不念赞？哎，烂爆的同学，还烂爆的老师来回答一下。都只敢躲在这里。我说事实不是骂人或怎样，你想想看，你现在不敢留名，不敢见阳光，下辈子人死后你会投胎做什么？假如有投，除非你就赌没有投胎嘛，那你不知道怎么跑到你妈妈的肚子里头呢？你想想看，你这种见不得阳光的，然后喜欢有这种不好的心性的，然后出言就是这样如此不逊的一个连学士还没拿到的时候，一个博士是烂爆了那这样你觉得以后上帝或者宇宙轮回要让给你做什么？你看那个，不是有一些虫吗？我们现在看有些生物，它就是见不得光嘛，见得光了，它好像就会烂掉、死掉。那些虫怎么来的？就像我们怎么来做人的，可能就是这样嘛，是不是？为什么老做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勾当？那宇宙就留下一个，这就是你的档案你这些都是你累积的资粮啊。那你就像赚钱一样嘛，你赚一块钱就有一块钱的财富，你这里赚了几块，你就累积这几块财富，这都很科学，这跟迷信没关吧？真正的迷信是，哎，
反正没人知道，这是我想的。没人，注意这一句话，没人，对，没人，只有人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你可以确定人，因为人很烂，隔了一层纸就看不到东西了，耳朵塞起来就听不到了，对不对？只有人的感官那么迟钝，只有人不知道。这才迷信吧？那谁不知道？宇宙都刻在那里，这很科学的。所以我刚刚我讲，你赚一块钱就是一块钱，没夺了，被人家偷到了，那是人家抢你的，你的哦，那一样，这些也是你自己累积的啊，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录这个时间秀，是我累积的啊，累积一块就是一块，赖都赖不掉啊，对不对？那希望你多累积一些好的，你觉得好的能量，我相信你一定觉得这个能量很好，你才会这样发爆发嘛。很好，那就继续烂爆啊！看到底是谁烂爆？我希望哪一天那个烂爆的也来跟我们实境秀一下，教我们读懂林占梅的地震歌啊！看到底是谁烂爆？这就叫民主时代，这一票我一票，我也一票，他也一票，选出来的人呢？何况他们有三票，我只有一票。我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说我是挑战整个时代嘛，就留给后以后天下大乱或者世界末的人，到时候只要还有人要检讨，就看为什么人类会走向末日，就是这样慢慢累积的。以前我相信他们没这些人没有资格受教育前，像古早教育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他们叫草民嘛。那最多他如果有受教育，就是变成奸臣或坏人，对不对？以前读书人当官的也是有好有坏的。那要么就是没受过教育、没做官的，他当然草民。那现在草民都登天了到草民跟包青天都是一票，对不对？大家都是一票，包青天来也一票，文天祥来也一票，岳飞来也一票，勤快来也一票。那看看天下是勤快多还是岳飞多嘛？整个人类价值开始崩解还不知道，还气候异常、极端气候在那，天人感应，人就是开始。才艺不是俗话说人不按什么天伦还是什么天不按甲子，只有极端气候才在那紧张，不知道这里已经开始在崩解了。所以真的，以前妈妈在世的时候，对不对？先母在世的时候说你要出去走走啊，经验才知道。对，确实是。否则，假如我今天不来教书，没有这些经验啊，这些是我污蔑他们，我想象的。可是来教了，你看我们开诚布公，你看我们上课实进修。叫他们留言，即使匿名的都好，甚至我们还找到这个 Slido 给他们留言，你看是不是阿姨国文？我这不知道哪一个外国人，我看内容也不是跟上课有关，他可能输入我们码就进来，两三次就有学生留言了。所以为什么说学电有时候是怪这个文化大学？其实不是嘛，看老板是谁，来缴学费来读书的其实就是学电嘛，他其实就只是想要他的成绩嘛，他不是要来学东西做学问的，可能就职业介绍所来拿个文凭以后可以做的，对吧？缴那么贵的学费以后可以出去换金钱换职业，看人类开始堕落，以前的。你想想看，民主教育普及之前的教育，如果敢这样搞，你看人类可不可以传两三千年、五千年的历史？我就不信我人类还能再传个一千年。除非有所改变。只要是这样的话，你看继续下去。还好我们已经一只脚已经进入棺材了。这录下来就做预言嘛。以前我们现在看的一些以前的圣者，不就都是有先知吗？对不对？甚至什么预言怎么样？我们现在也预言呐，这什么迷信？那我倒希望我们预言都是假的、破的，对不对？那最好嘛。我们宁愿证明我们是错的。可是我们学了那么多，读了那么多，知道旧文、所闻、天理到底是什么？这一种，假如是天理的话，那真的，对不对？读读看嘛。那真希望是我们错嘛？有什么关系？这个好，烂爆就继续烂爆吧所以不要让乾坤颠倒了我倒希望真的是我烂爆万一是你烂爆，真的人类大概前途就堪虞。
烂爆的我，所以我希望我是我的烂爆啊，烂爆的我们继续来了解林占。刚刚要讲那个林占梅，为什么叫林占梅？烂爆的封赐封啊，清皇帝清封我，现在民主时代人民不是皇帝吗？清封我烂爆的同学菩萨，龙学大人啊，可不可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字要念占？还是你觉得念占为什么吗？还是你念占就占，你老几啊？你说念几什么就念什么，那我说念什么，你为什么不听我？是不是？我博士说念什么还不行？你学士都还没拿到，那什么东西都要讲道理，不是说我说他念占就念占吗？前面都没讲，一直说要讲。你看占是占位置，我们去图书馆占位置，我们看什么电影？霸占，对不对？那他要霸占梅花吗？可是古时候有一个叫占花魁，倒是有可能啊。所以你如果念占的话，那可能是像有一个句，像占花魁。我现在不就在跟你讲道理了吗？烂爆烂爆烂爆的老师怎么可以讲出这一番道理？我都搞不懂啊。你看梅占魁，你看这我也不知道标准量。你看它其实就是花魁，你看梅花有没有？还有一个人名字叫梅占，可是他是外国人哎，取中国名字，你看好玩啊。他也懂得梅花要跟占有关，有没有看到？哎，意外的收获，好玩。来介绍一下作者林占梅，所以得道多助嘛。我们没有想要查这个，现在他跑出这个了，这不是感应道家吗？这迷信吗？现在不就秀给你看呢？莫名其妙就跑出这个，还真好是我们可以用。不是刚好梅占都有，那梅树不是林吗？树林吗？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梅跟占的关系了嘛，对不对？它一定有个关系。那占魁有了嘛，就占了。那你现在就是看占魁会念什么？那假如他是念占的话，那当然我们这里照梅花魁的话，我们标准当然在台湾是以中华民国这个教育部的台湾教育部。你看你们以前的国文有这样学吗？都是一知半解，假货。全国都是这样，还自以为这种烂报，我倒希望我烂报全国，我的国文老师都好报，优报。以前我做学生的时候，想问老师，敢问吗？老师也不解释，就背吧，什么都是不知道，对不对？像人家看报的，叫你是这样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能知道，所以才有洪仲丘国防部啊，是吗？占魁有吗？我们这里有了，对吧？那时候提这个嘛。那现在很可惜，我们这个国语词典不收，就没办法了。那看那个汉语大字典应该是有。哦，因为百度百科会有搜的话，可是你看有一个人，梅占魁，对不对？人在做天在看，你再摇摆，最后还不是病痛苦死？所以我现在看那些生病苦痛的人哦，真的是类似开天眼。学佛好就是这样，你才有智慧。不要什么，好像人生想，你看基督教也讲原罪嘛。你看，只有被现在这个人类民权、人权这种邪见迷失的哦，人生而平等，人生而无辜的，好像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说难听一点，父精母血，对不对？我们打手枪射出来的精都那么臭了，怎么会是白纸呢？你看占是有，好像占卜这样，占是占一个位置，占据，那是通这个句。那花魁我们看，花魁总是会有嘛，就是，哎，有了，啊，独占花魁，它是占花魁，不是占。好吧，那假如像这个的话，就一定念梅占魁嘛，对不对？那你要再讲林占
赞美的话也对，你看这个烂报老师也对，那到底哪个对？到底？所以你们就是被洗脑，答案只有一个、哦，对不对？假如你是说他是赞花魁，我也吃点当然。可是我为什么念占？因为它有另外一个例子嘛，是占卜以花瓣。你看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有时候失恋的时候，他爱我，他不爱我，对不对？对啊，如果是占卜的话，要念占，啊、嗯，不是占。嗯，你看他这里还占魁，不过刚已经查到占花魁，所以占，因为占住花的，你看占花，这是传奇名就不对了，独占花魁，啊、哦，这也是。传奇哈、哦，抱歉呐、啊，火号三就忘了关起，没差。所以以前呢、哦，我就说这个来做教职真的不是我自愿的啊，变了，尤其为人师了，束缚太多啊，不是我所愿。可是你看，我们也不会吝啬自己所学的、啊，对不对？我们宁愿你要学的。没问题，你也不用拜我们为师，我们的原因其实不是愿意教你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主要是分享，我们也辛苦学会了，就像我学程式也是、嗯、程式语言电脑程式、嗯、取得第一就是占住第一名的位置，所以可是他你大词典你看占魁、嗯、你可以看到这个占魁他会是二，有没有这个二的意思？就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它是读第二个读音，那你就要往前翻，看它到底是。你看你往上一页，在上一页还没到头，要到那个字头站。所以为什么是二？二是后来，它一定是排先有这个字义。所以甲卜文里头就有这个占嘛，占上面就是卜嘛，卜卦的卜、哦、甚至易经里头就有这个占，所以先有占这个音，有没有一声就占卜，后来才有占位占住、哦、那你看用花，你看以梅花，以梅花占卜，你看梅花艺术，你看有没有梅花占卜，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梅占、不是梅占，林占梅了，以梅来占卜，就不是占住梅花的魁啊、哦，对不对？真的还甚至还有梅花艺术，你看啊、哦，是不是？那俗一点、通俗一点，就看过人家哦，他爱我，他不爱我，对不对？他爱我，他不爱我，是不是？就会撕花瓣。那像我们这个影片，你看影片里头有没有？以梅花占卜，占是卜，哎，真真的爽。它这个是梅花艺术，如果你是用花瓣的话，我们不要梅花，我会跟这个。这可能有版权的，没关系，现在我们不做那个。什么啊？流行歌啊！啊这个我看八成更牛版权。
是吗？怎么会呢？那算命呢？变成流行歌词了，这是我跟你讲，这个就这个后代人都要笑了。当然，后代人他也有他的流行文化，人性本贱，怎么会？你不提升就是这种 level 啊。你看，完全都是这种次文化、这种流行文化塞满了前面的资讯，因为民主嘛，啊，市场经济嘛，本位。你想想看，你这些抵得上一篇兰亭集序吗？我们不是说偏好古的，好，你有种就把兰亭集序苏东坡的东西烧光光，莎士比亚的东西烧光光，然后留你们这些，看有没有这个 gas。哦，这是很残酷的事实。可是人堕落的太多，成就的太少，可有种，所以人会最后世界末日，民主时代一定是世界末日的前哨战嘛。如果一直封建专制时代，像大陆只要不崩解的话，人类不能走向末日。因为只要你出现一个英明的领导人，下面的不敢败坏腐败啊。可是民主哎，反正我中意，然后大家都这样，大家都你就可以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都把地球搞成这样哦，真的气候变了或怎样，真的有灾难了才在那怕，否则还不大家都就是正义了，对不对？都没有很具体，不想点进去啊！你们自己看，反正有这个啦啊！以前我有看到撕那个花瓣，所以我会讲他叫林占梅是这样啊，不是因为我顺手真说他叫林占梅，所以叫林占梅啊。你听人家，你看人家怎么介绍这个人呢？会不会跟你讨论这个？有，当然很好，甚至可能讲比我好，那当然我就是烂包，对不对？那假如都不讲，就直接他就念林占梅了，或林占梅了。至少我做他的学生，我真的很，我不会说他是烂报的老师，所以我真的很想问老师，那请问"占"怎么，为什么要念"占"？到底要念"占"还"占"？为什么？我都不敢问为什么，我是怕老师丢脸嘛，老师不要被我问的答不出来，啊，老师恼羞成怒。我们不是都是这样长大的吗？所以我今天做老师才觉得严禁自己有这一种气息。可是你看学生还是不肯问。就是被教育成功了，都被这样洗脑，大家都不敢问了，就变成那种风气。那宁愿这样匿名的去给你，一直往背后一直捅，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你是谁，我也不知道。那甚至你看，我有时候提供他们匿名也是这样，可是这至少我好掌握，你确实是我学生在课堂上，对不对？然后也有具体的问题，我好跟你做回答。可是你到底是谁，我人就不知道啊。我如何对症下？你今天可以匿名去看医生吗？那你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嘛？谁知道你真正具体的状况是什么，对不对？这个独占花魁，我们刚刚有用了，他那个戏剧名没意思，主要是取他的音啊，所以我在念林占梅是这样。好，烂报的老师，我们继续吧。悲风惨惨日无光，煞尔晴空成昼晦。我还是很喜欢看那个烂报的老师，说。我要离开文化的话，会离开，不是忘文化都不教了啊！去哪里也一样，我也从来没有投别的履历。之前是因为老佛爷在啊，先母在，荣耀杨家报答母恩嘛，对不对？然后回馈啊，人家也把我们养那么大，甚至都供到博士都拿到了。然后还有女朋友嘛，那时候还有打算要成家，现在没有了，当然就自由自在，然后可以凭良心做任何。觉得该做的事，就像悉达多太子一样，没有任何的顾虑。这可能也是自己一点的喜福报就在谁像上一次去那个老师黄佩蓉老师那里做助理的时候，也是啊，他突然就说：“哎，你怎么不做了？”我听文郎学长讲哦，当下我心里那拜托学长那么大嘴巴，这个是正常反应呢。哦，是，那么应该老师也不会问他主动讲的，不会，可能学长也是爱护啦。可是我拜托你们不要感情用事，好不好？好不好？你先去摆平这些烂报，我是烂报，难道不实至名归该滚人的吗？
对不对？不是说经不起人家骂，可是我们真的，像我刚开始来教书，听说好像就是文郎学长跟我讲的，他说学校好像规定至少每学期至少要当一个，我就非常不爽，为什么要当人？那假如大家都好学的话，为什么不能过关？他那时候只是冷冷，那时候还 MSN 的时代，他说冷冷回来，好像就是文郎学长，你不用担心没有人被，没有人给你当，人家就是教过，知道这种情况嘛。对不对？平均33，你看我伸手真来教，满怀热情教的变平均三十，到底是，对啊，我也想问，到底是谁还想继续教呢？是不是？我是搞不懂你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你以为我是跟他们那些恋战权威或者来这里霸住老师的位置要来教你们，啊，榨你们的学费吃的，平均30分，你难过还我难过？你呢？说难听，你不痛，你只是要分数，要混过关。你知道我的难过是怎么样吗？哪一天如果你得到报应了，你就知道孙守贞这几年是怎么心里是怎么过的。尤其今年、去年，我是几乎严重到自己快整个扰乱。你看，我已经学佛那么久了，还这样。那还好，突然想到已经7年，可以了，终于该结束了。前面就是觉得不能说想闪人就闪人嘛。对不对？人家老师叫你回来教书，或者给你机会教，你不想教，或者哦怎么样就不教。有一次我去刘兆月老师聊天的时候，以前的所长说：“哎，好像大家对你评价都不错，学生我都扔了有吗？”我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什么教学意见调查嘛，就是这，尤其我第一年教书就出事，谁出什么事？学生给我敲学，我前面不是给各位看过吗？你看我都留着，对不起啊，因为现在没有 MSN 了。我想你也不是用真名字，都匿名，让大家看看嘛。刚好也姓马的，啊，今年也有一个摄影师，我们上学期实况录影，上课实境秀，我已经弄掉了。这姓马的是跟我这有过节，有吗？现在学佛之后，可能我前辈子对不起人家嘛，对不对？所以，对啊，某生 MSN 不堪的事迹啊，国文老师是干干干，有没有？那比这个，所以他们还比他文明多，他只是烂报嘛，还没有干干干，所以还不错啦，至少比你学长优秀。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是超性成精嘛？自己抄袭，把它当掉了，他就不爽，就像刚刚那30分啊，只问分数高低，不问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学到东西，对不对？国文老师最好是这么白烂，成绩都乱打，对啊，平均30分，所以从这是第一年的学生，都这样啊，何况是你们，干干干。说好不扣旷课的哦，大会流也鸡巴了，我听到，我都不会用这中文呢、啊，你不要觉得不雅，有什么不雅也是中文写的，中文系国文在教什么？就教这个，这是我们的国文教育啊、哦。啊，你不要不爱国文不爱中文，就不要写这几个字嘛，你还是要用语言嘛。那他自己在那想，我扣他旷课，我有扣他旷课吗？宇宙档案调出来就知道，然后呢，我期末都80几了，还当，按，其实应该是干嘛，应该是，哦，可能怕重复了。对啊，期末80几了还当，那我知道这个是谁，我还以为那个是姓马，不是，这个是姓雷，哪雷的雷？哦，甚至现在脸书好像还加我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加我朋友，忘了。也许他也觉得他，就像前2天有个同学说，对不起老师，我骂过你。我说你不用跟我对不起，要对不起自己，所以以后不要那么冲动，对不对？不要有什么事没有弄清楚。他可能他这个学生应该是同一个，多夸张！他还写 email 来跟我讲，老师你是不是要双腿开开，裙子穿得短短，双腿开开才能过？那 email 我还留着，就那时候怕我给这个分数，对不对？可是我应该没有当他，因为我说期末考你及格，我就给你60分。应该不是当吧，是分数乱打才是。
对不对？你作弊，你叫你写读书报告，你竟然去给我抄袭别人，而且这个学生成绩好，没错，可是他抄袭他也更厉害，他把人家的东西画，他不是整个，不像有些人很笨，整篇 copy 来，他是融在他文章里头，这个是最可恶，然后也不注明出处。你想想看，这些学生他现在都社会人士了嘛？啊，我今天掌握这个权力，领这个薪水，在这个位置，你说我要怎么办？就像刚刚说三十八，平均分数三十分，我问你我要怎么给？你难过还是我难过？自己保重，真的自己保重。你以后在上帝、阎罗王面前，你只能说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可是呢，我刚刚在上厕所还想到，他一定又调另外一个档案。你跟你爸爸妈妈吵架或怎样耍屌的时候，你一定都说你已经是大人，你不要管那么多，那就完蛋了。这 人生哦，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留一个？现在因为我已经离开教职，我实境秀你爱看不看，我没差，我也不想再啊，学校要留我那是学校的事啊，我坚决我要走啊。那我会配合学校，你什么时候放我走没关系。那上一次问那个助教，他说哦，可能后年那么110年度的时候少子化要缩编，我说一定要让我第一个走啊，因为我已经五旬，我最多尽完责任这一学年交完，我其他当然不会明年留的，我给你鬼混。可是我已经五旬了，像我入职进去还帮你整理贴到学校的科普系统，我觉得我不干啊。你们自己本来也该这样，大学生自己要找资料来参考，老师都给你做到这样了，你还这样，你自己应该觉得丢脸。那么大了，还要老师把你端好好，放在你好像爸爸妈妈啊炒好菜要端到你嘴巴给你把喂给你吃，你才肯吃这样。跟那个小孩小时候小婴。小娃娃不吃饭，父母叼着吃有什么两样？这样才是我想要的嘛，畅所欲言嘛。可是不是自己感慨，就像学生说爱传教，都是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啊。不是啊，那讲到这又忘了刚刚到底要讲什么，没关系。反正啊，说为什么进来这个客服系统？哦，教学意见嘛，刚刚说。那么刘老师，我的指导教授啊，历年的，我就像我那时候要退学啊，我要离职，这个也是。你看我的分数，哎，这个班平均85，全校平均89，那我不是都把人家拉垮了吗？你看我才70几，我连八都没有，只有这个勉强还是达不到平均。我不要这样，我真的良心不安嘛！我为什么要害别人，对不对？所以道不同不相为，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要坚持。你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吓死人，是填问卷的时候嘛，对不对？哦，终于，可是还是没有这个高，对不对？人家93，还真是有一次不及格的。哦，第一年就是这个嘛，有志传心，你看才60几，对啊。60几人应该爆表最低的一次，我还没注意这样的60几。哦，你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拖垮？刘老师怎么会说我的评价很好，学生很喜欢？可能刚好碰到几个比较优秀学生会跑戏班吧，对不对？所以《论语》里头不是讲吗？把乡人皆好之如何？当然未可以，当然要。好，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嘛。啊，有人讨厌你，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大家都说你好，你这个人才有问题，八面玲珑。再来，还有一个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很容易去侍奉他，可是很难去取悦他。那可是小人呢，很容易取悦他，去难事。很容易取悦啊，像我给你分数高，你不就高兴了吗？可是很难事，就是什么叫呢？很难够跟他一起做事嘛，什么事都要歪哥，要转弯，不能正直的做，对吧？都要走后门。对不对？君子易事而难悦。所以我当仁不让，我谢谢他的肯定，上课当然要传教。哦，那是现在白色恐怖啊，奇怪，反而不能传教啊，说宗教迷信之后不能传教。我们是叫你来信我的宗教，没有哎，都是在跟你讲人生的道理。难道读书就像你讲的，只是要分数，
是一个职业技能介绍，那真的道不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我觉得老师当初留我教书就不应该了嘛。我在学的时候是怎么样学生，我想他们也知道。我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都是很有学术良心、很有道德正义感的。我怎么可能来这里教书去跟你同流合污啊？不过那时候也没办法，有时候家人在，对不对？老妈在，有些哦，抱歉了哦，反正没关系，我会做时间轴。现在连时间轴都懒得做，你自己也可以做啊，这一段就不要听。可是我这个是要做我的宇宙记录，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实境秀录了，我也没做别的事啊，我人生这一段就是在干这个事。我没去看 A 片打手枪，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所以为什么像修行，为什么要跑道场，要做一些功课，就是至少你做那些事，你就不会邪淫，不会做别的坏事。像我就有时候就会想要看 A 片打手枪，这时候不是，我打完了射精完了再来后悔，这不是很那个，唉，再来空虚再来后悔，这又何苦？来，悲风惨惨日无光，煞耳晴空成肉秽。再来一遍。烂爆的老师哦，烂爆有吗？烂爆老师，我们一起来读懂啊！悲风惨惨日，还有注释，我们最后再看啊。我后来发现，你看我们完全不管注释，对不对？你给我看，我都不看。不要说像你们，你自己想想看，你们。是不是都是偷看啊？不懂了，马上就瞄到翻到注释，或者注释在下面，头就往眼珠头就往下面瞄，没出息。为什么我读得懂，你读不懂？你就是把自己宠坏。就像今天人家教你修行，不听话，还是自己的习气。以前刚刚讲官皮嘛，对不对？还是原本那个官皮，还是拿以前那个明朝乌纱束带，拿中学的断考来用，你永远就是中学那种程度。对不对？要注释翻译才看得懂，那是你懂吗？至于简单问一问都知道，那是注释翻译懂。你只看到哦是这样，他讲什么你就是什么，不就是金光党诈骗集团，人家唬得团团转，自己完全都没有判断和找寻答案的能力。你今天碰到坏人，自己遇到了抢劫或家里被偷了，去找警察办案，你都要骂警察那么无能，不能破案，那你自己呢？警察要破案不都是要找线索吗？难道还、哪里有注释翻译给他答案参考啊？人啊，就是非常可比的，都是双重标准。像前面我们常讲的哦，物质的严选，然后精神的庆菜啊，顶心其然要灭顶，这个就不灭，这个反而我们这个是烂爆，人家那个是好极了，棒呆了。棒，这都是以后的呈堂证供，都是后代子孙啊。如果人类还不会那么早末日的话，那么看看这个时代到底在干什么啊？悲风惨惨日无光，这你看日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对不对？我这些我都要做一些那个有颜色的字。你看，我们常讲那个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现在已经附在七星大法里，最新版的七星大法，就我也是不断在比啊，我这个也有旧版，你知道，是你自己你不喜欢自己，也可以归纳一些，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你看到了什么关键字？我就看到这个字在闪闪发光嘛。你看，我看我这有没有自动图文集？没有。好，然后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我做个大字是可以的啊。标楷体啊，微软正楷体，然后用水蓝色，它现在反而没有那个水蓝色，我自己配。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出题。那以后你看，
王奥托三，键盘奥托三。啊，以后我打不见 blue 只见关键字，他问你存在哪 normal。等一下你看哦，你看我存在 normal 对不对？注意这个储存于 normal，normal 是范本的意思。啊，这很重要，等一下秀给你看怎么做。你看我下一次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再按 F3， 是不是它就会变这样？提醒大家这里嘛，我都看得到日，在那闪闪发光，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抓不到？就没那个敏锐性，为就是前文的什么，对不对？所以前后文是不是很重要？你看上下文、前后文，啊，都有这个。这个，这就叫自动图文集了啊！你要注意这个做好了之后，那我再做几个声调不重要。声调不重，一样，现在这个还没有，那一样我调一下，换个字吧，声调不重的意思。换个字体，删掉不重要。然后一样，Auto F3，那么储存于哪里最重要？Normal，好，那这样我 Normal 我就你看哦，我现在储存有没有看到？Word 正在储存，林正美地震格，有时候他会说他的范本也在储存。好，那我要怎么存范本呢？其实要在程式里头，或者你 Word 打开之后。啊，Word 不对，Word 关闭之后它自动会存，可是我直接在程式的视窗，你看那个程式的视窗里面存也可以。那么我这样存，那么它感觉就在存东西，可惜被我挡到它这一块。啊，那你有没有看到 Normal？它其实就是程式也是存在 Normal 里，就储存在哪很重要。你看，就好像你家里东西存。放在哪里很重要，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不才不会找不到啊。那接下来你看，我按 O 那个 Window 键再加 R 会跑出这执行方块，或者你按右键对着这个 Window 的那个图示，按右键会有一个执行啊，也会叫出这个。那这个出来了之后怎么办呢？你就打这个东西，看到没有？百分比，然后 APP 什么就手机 APP 那个 APP 就 application 啊，程式 data DAT 啊，百分比这是表示相对位阶，在反斜线 Microsoft 在反斜线 templates 就是一个样板和那个范本的意思。刚刚的 normal 它就是 template，是 Word 这个程式应用程式背后参考的一些范本。那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跑到打开这个资料夹。资料夹有没有 normal？看到没有？刚刚3月17号，今天下午3点50分，是不是储存？那你要把这个备份哦，万一哪一天系统挂了，你比如说我以前设定的怎么都跑叫不回来，就是你没有备份。像我呢，我都是备到 Dropbox 里头。为什么要备到 Dropbox？你等一下就知道。这样的话，我到我的云端去啊，学校给我们的云端。一样，哦，那个 Window 键加 R，对，它会跑出这个。那一样，你给它打刚刚那个，你看我之前有打，它会记录下来，然后按确定，它一样。你说不同电脑怎么会打开一样的位置？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百分比，那是相对的路径，不是绝对，绝对就不会。那么还有这个，你看这个2018去年6月的，我当然要把它取代掉，这旧的啦。所以我就到我的。抓 bug 捷径是不是？刚刚出错，这个回上页回来这里要贴上，再过去，然后要注意这个有没有开，Word 有开就要把它关掉才能使用，没有开它会暂住。我跟你讲要，开学的住还舍不得关，储存，Word 要关掉了，不见了，再取代。你像我 Word 还没钉在这。因为袁枚常常用，袁枚很好，
哦，所以你看官脾真的很多人还在乌纱束带啊，避乌纱束带，这都可以变成一个成语了。说一个人死不不化啊，还活在过去的美好时光，就叫乌纱束带，可以啊，是不是？当大家都这样用，尤其只要有一个有人，哪一天我写诗可能就写进去，哪一天我有名了，变成一个成语就会留下来。你看词典，它都会引用说这个，像我们上次学那个文天祥鹤前人赠，对不对？对呀、啊，被大家用，尤其这个人又有一定的文学地位或者有一定的知识，被人家所信赖的话，哎，他的那个用法就会被后人所接受，都是这样来的，不是哦？编好字典，我们再谁是这样？我跟你讲，我这些观念都是大学以后自己摸索才，我以前我都跟各位一样啊、哦，字典是权威，才发现那个观念是错，观念错就要改，观念留下改要转过来，啊、哦，像我们现在讲观念的观。你看《兰亭集序》，我前面舞蹈，我们讲说那个七星大法也是嘛，是不是？五官的会通，视觉，观是观察，是视觉啊。那你观念是什么？是不是心觉、知觉？对呀、啊，对不对？《兰亭集序》，你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嗯。对，抬头看宇宙的广大啊，宇宙是如此广大，翻成是如此广大。它原文的意思，抬头看宇宙的大，或抬头看到处中大宇宙也可以，低头看很多的物类。那这是用到倒叙重组，这是我刚刚才突然想到，就教不完呐、啊。我之前教绝对没讲这一句可以倒叙重组，哎，倒一下。这是因为白话的文法顺序跟文言常常会颠倒，啊、嗯，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中国是不是经过了两次的民族大融合啊、嗯？最主要的就是元朝一次清朝，就讲话的习惯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就不会像古早那一种顺序。嗯，其实唐朝、魏晋南北朝就是一次了啊、嗯，不用那么晚。甚至唐朝其实是胡人政权，有胡人血统。不是纯粹汉人，哦，是不要现在大夸自己是中国人或怎样，那么甚至呢还大夸自己已经不是中国人，去中国化都不是。所以我一再昌明，之前还不太敢讲，现在越来越昌明，真的认清事实。当年呢、哦，真的很可惜日本没有统一中国，不过他最多也不过下一个满清。你认清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你不要现在搞台独那个小家子气。那你要搞，我也祝福你成功也好，有志者事竟好事嘛。可能了不起就是《三国演义》而已嘛，魏蜀吴一个小国，哪一天会统一了也不知道啊。也不要以为自己就可以春秋万世，哪一个朝代有春秋万世啊？啊，哪一个皇帝不希望万万岁啊？我们前面的乾隆皇帝，我研究那个清朝都这样，最后还不是灰飞烟灭？台湾建国又可以撑到200多年嘛？我们现在看美国200多了，对不对？而民主国家是有一个特殊的，因为它是不是？也许寿命长一点，它不是家天下嘛，啊、嗯，它是选出来，所以有一种恐怖平衡，对不对？当乱到极点的时候，他会赶快换个领导人，也许还能救回来，啊、嗯，就是人民的水平啊，啊、嗯，有选出来还是烂领导人，那可能只有，对不对？要么就是大罢免或怎么样，对不对？或者又要再搞革命。嗯，你看这个倒过来，怎么会扯到那我都不知道，随性讲了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之志啊，不是想啊，就像刚刚回忆那个同学的，不是我不是你想象的，我天生来做老师的，要占这个位置让你们那么难过啊。你不喜欢，我没办法帮助你，我会早点滚蛋啊。我不滚蛋不是我怎么样啊，我的吃不饱饭，穿不饱。那个哦，是有别的苦衷了，不能自己爱做，就像你也不能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可是责任尽了，缘分了了，就该滚人了啊、哦！不管再下去就是无耻了啊、哦！说一套做一套，那才真正是烂爆，至少我认同的烂爆啊、哦！我们不是《中国时报》，不是什么报，《苹果日报》是烂爆哦，没错，烂爆，继续吧。啊，一个日无光就是前文的什么？
所以你要学到这个，为什么我一眼看到，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做学生也是，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对不对？尤其他字都没有换，你还那么，对不对？他字没有换，你还那么迟钝，是不是很丢脸？要人要有羞耻心嘛，你就是鬼混，只是想要拿来拿分数，就无耻，反正分数低我就操你，扯你，对不对？我管怎么样，我有没有学到东西？我讨厌你就讨厌，不管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嗯，很奇怪，一样啊。今天看病比较少啦，有没有？也有啊，对不对？大家也是讨厌那个医生，就不给他看嘛。只要只有这个医生可以治好你病，哎，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是我宁愿死。确实，人可以无名这样，对不对？人家说争面子，争一口气嘛。嗯，你的气质多少气？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迷惑颠倒。啊，你看日原来是日挺我，现在是怎样？对啊，这是很明显要做对比，所以我们前面才读第一句，就是说他这样写是为了后面的对比或映衬，是不是就说对了？我懒得再去做连结了，你自己看我们前面录《十进修》绝对有提到这个，对吧？你用映衬去查，哎。你用映衬之查就知道了啊，这个要缩小，否则好容易误导我，以为这个是，因为它的缩图就是一个 Word 档。对呀、啊。因为这里没有要扫描。你看前面是天朗气清哎，有气才有什么风啊，所以风就是。气嘛，所以上下文重不重要？天朗气清，嗯，天气。那现在变悲风惨惨，人家是日挺我，就变日无光了。我为什么刚刚会这一期开始会开始讲很多有感而发的，除了已经不在任教职啊，这种自治体制里头的教职，我们以后自己办私塾，这私塾不是我做老师，就大家一起来读了啊，来学。我去学术的殿堂拿到了博士学位，偷到中文博士，来偷到这些中文智能回来，就像孔子一样普及教育，大家一起读懂。我也不是做你们老师。嗯，因为我之前还会避讳少讲的一些，因为我刚看了我前一集《十进修》，我觉得讲得好，所以不要再压抑自己不讲，该讲的要讲。哎呀，哪一天我自己看，我像我前面有提到，我的《十进修》可以当那个。连续剧来看呢、啊，我有时候也许我没那个福报，早点往生，以后老了问题还有老年人那些休闲时光怎么办？除了自己休闲之外，看看自己这少年中年时的这个十进修，哇，真的会很，到时候再重新检验自己，一定会很痛快啊，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嘛，啊，别人写的，你读这个文学家。有时候还是差那么一点，
像我最近才今天才分享，你看之前写的，我妈妈走了，所以我就问嘛，现在不相信的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相信有佛、有神、有上帝？为什么你只相信你眼前看到？只因为你没有看到，没经验。那等到有看到经验的话，最有可能就是要死的前夕，或者死的瞬间，就完了。这应该是死的瞬间，因为你已经再也没办法告诉别人。可是你看世界上很多记录，有些人濒死的时候会说啊，他看到什么经验什么有啊，也不是没有。反正人也不会信啊。那时候你看我就是我生我妈妈，我是亲人，我真的觉得。经过那是我人生最真实的一次经，比这种我们现在经验啊，我在你面前，我现在在录时间，这种感觉都还真实，所以我才体会什么叫一真法界，真如之境，你知道？那时候是怎样想？后来追想，更觉得更是，绝对是我根本脑袋都没想要阿弥陀佛出现或谁出现，完全都没有想就有了，而且我甚至都没想到要人要爬莲台。我最近好像想到比较毛骨悚然的，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甚至莲台长怎样，我们一般看到的，你看那个佛菩萨那个雕像，踩在下面那个薄薄的，对不对？一层而已。我看到的是像人那么高，我妈妈就在那里爬，背着我，脚要这样跨上去。我以前做梦也好，经验也好，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会梦？如果那是梦或幻想，那不是他自己现给我看的话，你怎么解释？对不对？我也从来没有想，当时也没讲，这一辈子也从来没有想那种场景过。所以跟你们讲，就像以前我不信这个人，人家讲也不信，我就觉得这个人，因为你不认识他嘛，就像你不认识我。可我相信我生老病死，全天下数一数二不可能在说谎的人，不可能为什么去，对不对？哗众取宠或什么，没办法呀，我现在也是觉得是怎么样哎，就是我的报应。我以前诽谤三宝嘛，那现在我讲人家不信也是报，现世报应。可是我要讲的是，你看读自己之前写的，才发现这样写的真好。你看学度殿堂吃点心啊，几人树下正菩提。所以科学意义求实证，何故修身淡言说？你要修行是要实验证明。那像一般研究佛学或学术的，宋明理学、汉学的啊，都是开学术会议，然后还有点心茶点可以吃，不是吗？几个人真的跑去修行啊？孔曰：“成人孟须，风言展毒，正事实，对不对？风言展毒，闻听讲正者，快要被杀头。那时候才知道，他学的孔曰成人孟须，不是念念文章、写文章而已。唯诚不悔，只有曾经不后悔的，像。”信国公文天祥这样，你看我写完，我觉得好妙。那时候我写的时候绝对没有发现这个，我敢说，这才3年嘛，3年前，你看，这是3年前的那个文章，嗯，3年前 Facebook，3年前分析。那时候我写信国就是这样写，可是你看这两句，你看哦，我们当然现在前面都讨论过。作者，你今天如果欣赏，像我现在就读自己的作品啊，这我自己写的啊，你还记得当初怎么想吗？可是我今天读到这两句，我还想到哇，信国不是相信国家有嘛？所以你看接下来那句，乃能正知国真有。我后面这个国是什么国？前面信国，信国公是文天祥的封地嘛，皇帝封给他的。我这个国是极乐国，你要像文天祥那样。只有曾经不后悔的，依照你所说的依教奉行，像文天祥这样依教奉行，才能怎么样证见，而且知道极乐世界真的是有。所以我后面接着说，世间尚须如此真哦，对不对？世间法，文天祥是世间法，然后儒教儒学的，何况法界虚空藏？你不搞真的，不是真的抛头颅洒热血。说一套做人一套，那都假的，人家都瞧不起你，那只拿来做谋求自己名闻利养。你看我用的多妙，我如果真的不是作者的话，我可以说哇，这个写作的很用心。可是我知道我当初绝对没有那个信国，刚好是国真有嘛，正知国真有不是信国家真的有，
极乐国真的有，我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有，对不对？可是我那个孙丑正会不会说，哎，没有，我写这个没有这个意思，不会嘛？真的啊，这两句写的，懵到的嘛。像我们前面读《上海行》，不是着重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当你去读，把人家作品读得越有意涵，那个作者绝对不会说，我、哦、不会，我、哦、不是，我现在会不会说，我当时写这两句没有，那个殉国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谁的例子不好举文天祥，然后还用不叫文天祥，你看他可以讲文文山嘛，哦，文章文文山水山，可以讲文殉国，可是就可以想文天祥。啊、哦，甚至宋瑞啊，这我却用殉国公，就那么巧，殉极乐国真有啊。那你看文天祥、宋瑞，他是字宋瑞，然后文文山先生，那个文山或者殉国哪一个好？当然殉国在这里上下文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孙守贞当时的孙守贞会不会跳出来跟你讲说，哎，没有，我没这个意思。只能说真的懵到了，但是我是自己作者本人，我承认的是懵到。哪一天我死了，只要有人这样读的话，我会跳出来。没有没有，怎么了？像我们现在读孟子啊、或者杜甫、李白，或者前面读那个文天祥的文章啊、韩愈的诗都是一样啊，我会跳出来啊。没有，我没这个。只要你带回恶作者也符合，他的作品的主旨也符合，上下文没矛盾，谁会说你不是哎？那么你为他锦上添花，他谢谢你都来不及，或他佩服你都来不及。他会说："哎，没有，我写这个没有。"就像我这样，我写这个没有信，我确实没有。然后科学，可是我当时的孙守贞，我现在代表当时的时候，我也会说啊，是啦，哦，这个好，写得好，这不是人性本贱，这是没办法啊，哦。因为有时候你写的，像我写这个也没打什么草稿啊。伸手写，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也是讲什么，跟大家见证，就是信手拈来或者不可思议嘛。你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你找遍了，你什么灵感都没用，就是这样。你明明这，所以为什么神来之笔，你在写，你虽得到都是我们是正义之心去写，我们也不是为自己名啊，为了传道。就像同学封我的上课爱传教，我们现在不就在传教？就不时就会跑出这种很棒的东西。我不是，所以我说这不是我老王卖瓜哦，也是我相信别人的，因为我是以我们现在像读林三梅先生的那些诗的观点来看，绝对不是哦，这是我自己写的，就说自己好，不是。你看我们先这样跟你分析啊，用信国真的好，是的。你看，尤其这个，你看念起来也朗朗上口，科学艺需求学术殿堂词典兼齐人树下正品，你看那个韵押的多顺。虽然新看你题其实是没有押韵，可是其实念起来国语是觉得声音很和谐的，而且用一韵有点讥笑。你看"讥刺"是不是都有一那个声音？讥，对啊，就在讽刺。哦，很棒，"菩提"虽然叫好字眼，你看用在这里就是讽刺。你看我是用像我们读林三梅这样去剖析、去解读我自己的作品，不是说我的就好。人在做，天在看。你这就好，功给我有对你有什么好处？不好的就是不好，好的。所以我说，你叫我再写一遍，我还不一定写得完。所以我为什么从这一段开始跟你讲？因为前面比较不讲，前面就比较没那么好。再来前面比较个人的啊，这是讲一般的。前面是我描述我怎么送我的老佛爷仙母往生的那个情景，就是专心去念那个佛，什么都不要。然后你看后面也写得很不错啊，然后。未曾安行笃行者，如我事时，就好像，对不对？就是省略了嘛。所以你看，我们写作文，你读文章知道有些罪字可以省略，你就也会省略。可是，在读的时候，你就要添字还原，就好像，你看"如我事时方忏悔"，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读这个？所以我不是跟你鬼扯，是不是还是跟我们现在在读的有关？你看前面我们才花时间学的。身若龙山，好像龙山，其实就是如，还有不知道哪里有如，对不对？对啊，没有不曾经安心啊，不会不安分，很安分的，老实听话真干，去真正切实笃行，就好像我到了40岁才开始忏悔，真正开始真干。
以前我也懂一点佛学啊，可真的那个那时候我经过好几次痛苦，啊、嗯，就真的好了，我就接受佛的教法。那这样我也跟我那时候的同修讲啊、嗯，现在让他分手，就是可他没办法接受，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嗯。真的是这样，嗯，你不哭，你不把自己原来自己哭，就即使哭也把它放掉，你怎么可以接受圣贤呢？你还是自己自，就像那些学生，对不对？他有自己的主见了，他已经有自己这样，他什么已经顽固了，扛过力了啊、这一瓶水已经装满，他们接受不了新的东西了啊、国文不是像他预期的或他想要的那样的教法，他完全都不能接受，他也不想听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啊，他也不想去回反省或省思自己学的对不对，甚至学发现自己学的不对，他还不服气，觉得很丢脸，他不想承认自己错，就是这样。从此但问做了没，这很白话嘛。再来你看我写的文章就是怎么样诗，我既然骂林瞻梅，因为林瞻梅那个诗你可以感觉他想要写古诗、哦、所以故意把那个热锅上蚂蚁写成那样，何必，那还不如我就直接白话啦。我是不忌讳文白，什么叫文白夹杂，上过我们一起学的，哪有什么文言文白话文，以前竟然还说文白夹杂作文大忌，是没错，作文大意是不通，一下文一下白，让人家脑袋转不过来，让对读者不好。你文章读者不爱，当然就失败了嘛。你这很顺呐、啊，会觉得前面太文绉绉，后面来一句白话很快吗？就很自然的。人家说鬼斧神工不着痕迹就好了。从此但问做了没，对不对？不是很顺，不敢随人说染他嘛。随人说染长还是赵翼的名句啊、嗯。我也就像文天祥化用韩愈的诗一样化用，对不对？人云亦，你看这两句我最佩服我自己当初写，不是说自己写的就在那自己吹捧，对不对？这对的多好，人云亦云，始多有。当然对字不，他是意思对啦，文字当然没有对那么好。人应该两个人，人云人云，始多有。读始读是读对读，对不对？两个读两个人才对。啊、哦，可是意思是对的、啊，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史上太多这个例子。我最近，你看我这里才说，最近才弄一个人云亦云的网志嘛，那前面都秀给大家看，对不对？一个人云亦云的经典，我相信这些都是烂报的学生会去看的这些资料。人家说耿耿于怀，他就耿耿于怀。哦，这个真的写得很好，人云亦云始都有，读死读生未成曲，真的。我们读死读生，自己死的，你就算人家跟你殉葬，还是自己死，对不对？你不可能刚好同分，就算时间一模一样，你还是死自己的，他死他的，对不对？而不是你死牵动了他死，不是嘛？所以一定是独生的，你生也是一样，即使双胞胎也是各生各的，即使连在一起连体婴一样啊，不曾死掉，不曾停止。那、啊、我故意用这两个银，就是啊，这个银有狗嘛，像这个银是人的牙齿，对，这银好像畜生狗在那乱吠，扰扰中和也，啊，批评这个佛教是假的啦，学术怎么样啦，在那开学术讨论会啦，不是银银扰扰中和有赚到了什么？赚到学术名声，你是大家大师，父慈侠满，珍惜侠满人生宝，富了。亏负了，辜负了我们那个侠买人生宝，向谁输？跟谁讨回来？你赚了人生，你看这些前赋，章太炎，啊、嗯，这些前贤的国学大师又怎么样？啊，还是得死，还是得生啊！现在在哪里的，谁知道？都乌有了，要不是喜欢国学的，谁看你的东西啊？谁鸟你啊？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蓝丸亭集序和苏轼，谁鸟你啊？当我们看，你看那个。梅花占卜都是那个流行歌，对不对？谁鸟你？你唯一的答案不就像我讲的，对啊，那都次文化的才不鸟你。这不是说对他们有偏见吗？不是，是不是？可是说你要面对这个现实啊，对啊，和次文化的和流行文化的是绝大多数的。唯见自己心安否，行得一寸方刚正，多好。只要看检视，反省自己。到底安不安心？你真的有去做吗？还是只是在那说跟人家做研究？行
其实是走了一寸，只要至少你要去做嘛，做到一点点，你才敢去湖州嘛，黄冈州，这是为了跟他这里一样，为了押韵，所以才换字。他这是轮动韵，本来是移动，他为了押韵，对不对？那我这也是啊，为什么行得一寸方敢说，是不是也可以？其实说和否其实也可以，可是我为了要让否跟这个字押韵更像，说还有点差嘛，虽然念起来还差不多。我一见自己安心否，行得一寸方敢说，我就偏要用舟，因为这个舟可以想到文绉绉的舟和湖州乱改的舟，也特别用的。那自己的文章就像读这个林三梅的诗一样，七言诗嘛，不是说自己写的自己就吹捧，不是这样。所以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教职可以撑那么久，我也很佩服自己。我学生，你看哦，刚好我关掉那个，不是来跟你教学意见，我们看了哦，可能要离职，这都是历史见证，不要关起门来。石敬秀，你看，反正你们匿名的嘛，我只是让后世的人一个记录，看看现实的生活，就像我老婆一样，要出去走走，看看真实。你看，不要看名字啊，对不对？我要去管理他请假，他们其实就是要来分数。那为什么要请假把扣分了？还是分数？学电是谁造成的？不是文化大学。以前我都会觉得啊，这个学校很烂，就像李敖碰到李敖那时候，李敖生前有一次他签书会去凑热闹，散会刚好跟他一个单独坐电梯下去，没那么巧，也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刻意哦，我才没有那个追星的癖好。就那么巧，他应该他很多人包围，怎么会只有我和他？他就问我，哎，我就跟他致意嘛，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的 level 就是崇拜他，崇拜他是吧？因为他敢讲真话嘛，崇拜他这种真。你看我的手上还有质感，不会，就像我们好像我们现在不隐晦了嘛，哦，什么都直讲。比如说刚刚讲到啊，日本没被日本统一，真的很可惜。我这句话真的是真话。你看现在我们搞台独也好，多少是媚日的。啊，也许大陆的同胞比较听不喜欢啊，或大陆中国人听得比较不喜欢。可是，你的孩子难道没有哈日的吗？日本文化、日本流行难道没有吹到中国的吗？即使你南京大屠杀或怎么样，可能比台湾人深刻。可是奇怪，台湾人慰安妇啊，台湾也很多被日本屠杀什么啊，不痛不痒。给日那、满清也扬州十日屠城呐、对不对？还杀了好多文字狱啊，还不是现在太平？就好像刚讲的，要面对这个现实，不是感情用事。你感情就民族主义哦，怎么爱中国？如果日本统一了，你现在日本也是中国一部分，有什么不好？甚至韩国也是，那时候日本不是韩国也被日本吃了嘛？他东亚的共荣圈真的好可惜。我觉得日本不像，也许我对历史知道不多啦，我是比较看他文化那一面。他应该不是像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那种军阀那种。他虽然是军国主义，可是你光看日本，他现在。汉学和文化的那种底蕴还是很深很浓。他那时候为了打仗，也许军国主义需要挂帅，可是等到天下太平呢，我想言武修文还是我们中国还不是这样改朝换代，哪一个不是先军国主义？对不对？唐太宗也是军人将军出身啊，进攻老巢是他来讲，后来才有启用文臣，只要明君就 OK 啦，只要日本的首相或当时的天皇英明。那现在就没有这种哈日哈韩还什么？钓鱼台事件什么搞一大堆，那也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啊。那时候统一了，还让共产党那个吗？然后汉字还要简化字，对不对？搞得现在中文乱七八糟的，转的乱七八糟，一大堆错误歪字。上一次我们不是看韩愈的诗，对不对？真的很可惜，真的，越想越对。不是情绪，真的，你科学，大家不是爱科学，现在又讲科学实证嘛，是不是？为什么没让日本统一？真的好可惜，真的。尤其日本人很多的优点嘛，你看人家吸收文化都吸收优点，我们中国两岸都一样，那专门吸收人家烂的，学民主也是。可是前面有讲过，我们看台湾的这个什么捷运这种嘛，垃圾不落地，这个真的很好。我们都讲科学的，不是说丑化什么。好的要好嘛，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民主政治、法治，真的
都是学到烂，那跟日本人不会这样啊。对，他学中华文化也都学到好了，也许他还是有缺点的，至少大致上看蛮不错的。对啊，真的好可惜，不要因为人家是外族或外国，满清、元朝、蒙古也曾经是啊。后来呢，中国这一块土地、这个文化或者这个区域的它的特性就这样，你不能用那种现在什么法学或什么现在的那。斜枝斜线、短枝短线去衡量哦，它属于一个国家，还去给国家用个定义。我跟你讲，那个我敢骂这些专家学者，那臭干！就像我们学国文嘛，字典你刚才讨论字典是归纳前面的，在编定义，哪有人家定义一个国家该是怎么样？你看人类发展史，哪有先对国家或民族做了定义之后，才开始有国家民族？啊、哦，那现在反而哦，要符合什么就是一个国家，怎么扯一大堆？这就是佛教里头教的什么？释迦牟尼佛教所知障，被自己的知识哦觉得很有学问，障碍住啊，就陷入一个迷失。我讲一个最多的啊、哦，你不要说我歧视同志，我讲一个这样，同志就是标准的所知障啊，你要入人权，他是人呐、啊，我、哦、为什么不能要求婚姻平权？我讲一个最简单，那你为什么老二是那样，奶奶是那样，对不对？这跟人观念没关系，老天给你，你生来就是这个生理嘛。那你为什么心里反而是女人呢？太奇怪了。那你要变女人还 OK，你既然是跟同性的，假如你是变性的，我是女人变性还是爱男人？你是跟同性根本都性都没变，可是纯我讲的是纯粹同性恋，对不对？就算是变性也奇怪，人家给你是这种生理，你为什么要变呢？这你生来是这个物质肉体科学的东西，这不能否认，这没有任何的谁的主流价值或谁的沙文主义吧？说难听，有没有人认真去研究同志到底是不是一种病态？那为什么反而把这个病态变成一个合法的呢？还继续讲人，这不是陷入一种所知，因为他是人，就是、尊重他。尊重之前，至少要去研究一下他怎么成长背景，他为什么会认为同志，他为什么爱同性吧？他是这种生理，怎么会养成这种心理呢？那只能证明人的心性或者性癖好是一种可塑性的，你不能证明这是正义的，对的，对不对？你看自然界也有同性呢，好像听说动物性，可那都变态，那不是正常化吗？现在不是讲民主吗？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还是异性交配啊，异性那个啊。这明明真理，自然的真理摆在眼前，却是以自己的自己才是沙文嘛，对不对？不能说哦，顺我者昌，逆我者昌，完全人要学会放下自己。为佛教我们要无我，就是这样。可不能永远就很难，就可能就陷入自己的所知上面，很可怕。哇，我们真的扯很多，很扯哦，很怕哦，我们就好像坏学生一样，既然付出，这就是害莫大于心死嘛，付出了心血，最后还是这样评价，我们就摆烂嘛，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该想做的，不要再这样了。以前是觉得对自己不要太过分，尊重，已经这么努力，你看我之前私信秀也很少，就算有，还是逃不了这种评价。这个人爱传教，好，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对不对？何苦我迁就你们？最后还是被就好像你怎么做，你爸爸妈妈、你的长辈都不满意，你不就摆烂了？那我就做我自己，何苦？对啊，对不对？既然怎么做，你还是觉得我在传给你传教，那我就好。你说我传教，你说我坏，我叛逆，我就判给你看，对不对？何况那个传教是正义的事啊，我就该这样做就做。就像你叛逆，你不是也觉得该？只不过想得清楚，按这些自己的该，是不是真正值得的该？我们录这个也不是为了你升学或者真的你增进你国文能力而已。你增进国文能力干嘛？还是要修身，自己提升自己的心灵呢、啊？不是光会读国文拿来当做赚钱的工具，那我才不屑。你还是赶快离开哈！你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太多别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不需要来看我们实境秀。我也不希望你真的变那么厉害啊、哦！你就学那些假国文就好。因为你根本就是假的嘛，你不是真的想要借由语言了解人生事实的美、真善美，你是把它当成一种工具功利，那你就去学那种工具功利就好，何苦？
像我学，我就会想到，哎呀，老师你怎么想得到？尤其老师你都讲那么多遍了，哎呀，我就是没，要有这种羞耻心你才会进步，没有，反正啊，什么一大套自己自创的方法，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抓关键字。然后这是悲风城，这都很白话，日无光，这当然不会日月无光啊，变成日和月同时在天上，啊，就太阳。煞尔晴空成咒会，一下子，哇，很痛快，可以想象以后我是终于复，你看陶渊明的名诗，你看，久在樊笼里。真的复得返之，多好！终于可以回去做自己。我的名字叫守贞，多好！我真的，我跟我爸爸斗了一辈子，我这个逆子，不孝子。他说我反确实我老是气他，跟他吵架，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等到我开始懂一些人做人处事的道理，真的去做的时候，反省自己的时候，跟他道歉。那一年他就走了，也许人的缘分就这样。我大概就是跟他这个姻缘，只要我不跟他道歉，也许他还多活几年啊，有觉悟了，可能就他的任务就完了。众生业报不可思议啊，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就像我妈妈，我先母老佛爷为什么离开了？也许就让我没有挂碍，可以好好专心一致的修行，就像悉达多他，因为我们是真的想要。觉得自己有使命，或者自己该这样做。我们人生来不是来这个混人世享受的嘛？做人的那样娱乐消遣，是要求解脱、见真理、求真理的。那事实摆在眼前，我父母双亡了，那我们也没有陷害他，也没怎么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双亡，对我们并不是说，对不对？好像说起来好像很无情，或者。确实是啊，反而是助缘不是逆缘呢。你今天讲我父母都在，或者我一个尊亲在的话，我必须你看我说我为什么不能教子，不就是为了妈妈？一定有这个因素叫为自己。我还是当初就做保全，我就不回来了，那吃的饱，你看做那种工作，像我现在在老师那里做事，我从来没有因为做老师的私人助理我就睡不着觉，我教书就很。良心过不去了，很不安，又没有成就感，没有。你说教学成果是这样，用尽了全心换来的还是这样。就刚刚不是扯到了吗？好啊，既然这样，那干脆我们做自己吧，不再需求了，是不是？你看我读到这些圣贤的诗句，他们的心血，除非他搞假的，那是他家的事。我们都是纯的，像文天祥刚才提陶渊明、静杰先生，我无愧这个静杰嘛。前面教大家《上海行》，都讲到月，对不对？乡愁是一轮不醉的明月。那时候好像我们有发挥到，不管一起读懂诗仙秀，还上课是进修，多好！我们无愧这种不醉的明月，有多少人可以无愧不醉的明月？我们不是也是乡愁才睡不着觉，所以才放任去老师那里做事做保全。你看，我只要把本分做好，我是心安理得，怎么会睡不着觉？老师那里，我不但本分做好，我还穷极一他不要的，我都奉献出来。那时候他叫他说我在扫那个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他还很不屑，他说："哎，这个买了就有，家里有，不用那个。现在家里堆那么多书，是不是人老了也懒得去翻了？"老师问我这个有没有电子书，阿弥陀。没有，我也是给他愁啊，或者是他没提我值得，有时候需要用的，我还不是直接就放到他电脑里头。啊，你这怎么会睡不着啊？该尽的责任都尽了，不但尽了，我们还倒贴，因为我们无我嘛。比方说，哦，他是他，我们唯一的顾虑是我们在给他好处的时候，要想到我们是拿借花献佛。只要这个人拿了不知饮水思源的话，我们要斩杀，对不对？不能这样，好像为了成就自己的虚名啊，或者是他高兴给我加薪啊，甚至还有利益那个，那不就更惨？
人在做天在看呐、啊，要看的眼前像小孩子眼前好的就，见利忘义，对不对？看到那个就，所以你看可以想象陶渊明，你能想象你只会读陶渊明《苏东坡》，我真的有空想要来大家一起读的。可是这个其实应该也不会太难，而且网络资料应该也超多了。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影无？我们现在难道不是长恨此生非我有？所以去跟。其实教授，我不干了啊、哦！那一天真的，尤其决定去的时候，那一天真的心都安了。现在如果再有睡不着、心不安的时候，就说啊，已经退了啊、哦，没事了啊、哦，真的很爽，终于结束了啊。哦又不是要赚财富，这个真是就像西多到大人啊，什么都不要，你说我孙子我用药吗？我最多要的，真的我都去过隐居了，我连命都不要了，要你这些钱干什么？人生有任何的东西惹得起我兴趣没有？那很无聊，什么综艺节目什么都没有，文学，你像以前还喜欢那个国文，现在都超越了。我就是什么时候想到你知道吗？就是文天祥，有此丹心照汗青。那时候我大学的程度是，然后就觉得哇，对，人生自古谁无死，没错。所以我们要留着。可是我后来突然想到，留取丹心与谁看？就像好像刚刚嘛，我说，你《兰亭集序》，我们要找那个梅花，对不对？占卜就来一大堆这个次文化呢，淹没在那，谁看你呢？留着丹心给谁看？所以这个就否定，所以。再来学佛真的很气入嘛，真的一切都是假的，成佛才是真的。以前老和尚，你看，我以前都有这个概念，可是你看这个老和尚走的时候，他留下这个法语，一个大修行、大成就的人是这样，可见我们的知见是正确的。真的啥都是假，以前会觉得这个很消极，好像否定了一切，可是科学是其实真的是假，假的，假的。以前还想过这个假的，好像否定，不是否定，假就是我们讲的假借嘛。我说不假他人之手。对，真的就假的身体，你看也借给我们用，对不对？现在摔了，你看我以前十斤重没戴眼镜啊，眼睛摔了嘛。那时候的眼睛，现在不给你了，夺回去了，还给自然了，还给宇宙。现在得戴老花眼镜，不是借你用的，是什么？不是假的，是什么？什么是常有的啊？亲戚朋友嘛几，不是借你用，这时候在一起，哪一天发生意外或者？寿命终了了，不就各自分散，寝食同交欢，最后各分散。哪一个是真的？真的才是真正拥有、真正常在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难道钻石不会消亡吗？沉住坏空，那是对人这个有限的生命才觉得永流传，是不是？人还不是都要追求那种永恒不变的？佛陀也只是这样而已啊。那我们为什么凡夫都喜欢？看一时的呢，确实凡夫也想要追求永恒，可是有时候只要长远的他就满足，比如说亲情啊、爱情啊、什么关系啊、妈吉啊也是一样。你自己好好检讨，你认识你妈吉、你的爱人、你的家人相处了几年？才几年？我问你，甚至你妈像我一样，你离开了，你看我如果寿命长一点的话，我爸妈才陪我20-30年而已，爸爸才20几年，妈妈才40年。那我这以后，假如又活了40-50年呢？陪的时间竟然还比你短呢，自己独处的时候短，你还觉得那是真的？就只是唉，是陷入自己的情绪，就是生活者同跟那个一样。啊，我就是这样，我管他的，不想去科学研究，不想去认清事实，才可能呢、我怎么能够不承认它是假的呢？
扯的还真多，可能没关系。原来是日哦，你看讲到这，佩服。这你们自己做的时那个时间轴，我还不一定会做时间轴，有时候懒就算了。原来是日停午，现在变什么？怎么会两个？是不小心杀掉了吧？我的调小字型是用那个啊，它这里有快速键的指示，Control 有吗？小于就对，不是啦，应该不是 Control 小于，应该是 Control 那个 Control 那个方括号，我键盘上面有一个方括号，半形的，我看 Control 也小于，哎，真的也可以，可是它这个比较快，哦，有没有一下放大那么多？哦。所以 Ctrl 小于也可以，小于你要注意，要是按 Ctrl 再加 Shift 才是啊。然后再来，你看方框哈，我这个是慢慢变大，有没有？不会一下变那么多，这是一点一点变大，25变26，啊，这是一点一点变大，有没有看到我这字形大小？那刚刚那个你看，小于一下24，一下26，有没有？啊，现在要变28，哦，它这个新的哦。早期没有这个快速键，新版本加的。好，然后哎，SAS，你看晴空不就是？你看我们前面才天朗气清哦，你说这是不是左右逢源？哦，原来我们刚刚是要这个了。天朗气清，对不对？又是不见，你看我现在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就可以那个了。是不是讲了字形结构换步是？是不是？前面晨晨天朗气清可以是什么？天气晴朗。超人节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得道多助？很可怕哈、哦！我们的刚。我没有，我们除了整理文本有念过一遍，我可没有偷看后面的。可你看，你要怎么说？烂爆了，对吧？别忘了我是烂爆了啊！希望你也比我好，那你就真的不得了。我是烂爆的老师嘛，哦，烂爆啊！希望你不会烂爆，好不好？一下子煞了，这个"尔"要讲的是"尔"，就是然了。萨尔就是萨尔，那成当然单字想说是变成了。成咒会。一个是一个什么叫咒会？好像幽冥一样。你看晴空就
这是早上嘛？中昼中道，中道就是这个。你看，我们去看闽南语，闽南语词典啊，台湾闽南语。道，因为他这个是对的，我相信这个都是有人研究过。因为昼、欧跟凹，你看我们那个字形结构兼音，欧跟凹它会转音，哦，欧跟凹，你看那个，哦，你看我们那个，嘛，声音变化关系点进去，它会打开一个那个声音变化关系的。好吗？那你下载和操作会比较方便。我这里还没有下，我这里还没有下载文件呢。妈，你按 Ctrl 放到这个上面 ，O 跟 O， 你看 O 跟 U 有关系 ，O 还跟 O 有关系，你就查 O。哎，你看这个就是啦，树根，刚有一个树根上，好吗？自己去找，自己去归纳，有还有很多。你看这个念偶哦。凹，它的凹，你看像那个，这个是一条一条边是凹，对不对？可是这个念丑或修欧凹，是不是？一定还有别的，我这里没什么归纳，你归纳你就超越我了嘛。所以倒，那原来是咒吱吱吱吱转的呵呵，早就讲 N 遍了，对不对？像煮饭的煮可以变成目睹的赌博的赌啊，对不对？这都，所以这个昼就中道，它更好日停午嘛，然后晦暗，对不对？晦暗，天空突然黑起来，本来是晴空，大白天的忽然就变成。啊，萨尔，你在查词典。我们说一萨尔时，对不对？都是有一回的意思。不知道你看萨尔，这个真正的我要讲的是，原来它是下雨，所以它是小雨，对不对？它所以它从雨部，可是形容短促的，萨尔时间。唐诗就说是一萨尔。原来是一场小雨，所以它原来是小雨。这个小是什么意思？是不短小？当然可能雨量少了，不是倾盆大雨，可是也表示时间短小，就好像小时的小，对不对？对啊，前面学过。真的是时间就很棒，所以同学说惹不得我，不用舍不得啊。这个我时间秀都会自己读，因为我乐在其中，我自己要读啊，要懂啊。以后可能比较偏重在我读佛经哦，佛教经典的有可能，或者一些圣贤的经典。你看，耳会同然的样子，表示程度，如此这样，怎样的，对不对？像，不过如此如此，这个样子，不过这个样子，就是的样子。我们去单字想副词，你可以
想到什么词？我一时想不到，所以你想到你就赢我。啊，那其实等于冒，对不对？这个是袁枚《关皮》里头才学的。里头有什么？壮啊，它是用壮，你关笔上用到，真的，它是壮，做收败状，帽好像不知道是。表示它远端电正好你们碰到远端电脑剪贴簿可能毁了，哦，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用这个重新启用剪贴簿，我自己有做一个 BAT 档，嗯，可是它其实就是只要你们手动的话要这样，嗯，去找一个，因为它这个学校远端电脑到详细资料，哦，工作管理员之后，这里按右键，哦，我是工作管理员，然后这里你查一个 CLE。Remote RDP 也没有，哇，它整个死掉。啊，你这要执行新工作 ，RDP clear，RDP， 哦，你看这时候才跑出来，就这个东西 ，RDP 就是远方电脑 ，clip 就是剪贴簿，哦，那这个在最上层显示。最上层，像我这个那个放大镜才能用，你看 ，RDP， 刚刚不能嘛，现在已经启用，刚刚可能宕掉，嗯，那么 RDP clip，RDP 是远端电脑，远端遥控，远端控制 ，clip 就是那个剪贴簿，那你看哦，我现在再贴回去看看有没有。还是不行，再复制一次可能要的，因为它可能是复制的时候，它会把我本地的剪贴簿抹掉，啊，抹成我在这里复制的，好吗？哎，那只好再来一次了，我已经复制了吗？那就要把它关掉，再重开，还是不行啊！好，我就一样手动示范给各位看。RDP， 对，结束工作，再重新执行，它会记下你刚刚输入 RDP 出来。这时候再复制，看吧，有吗？嗯，所以它可能原来是死档，当然我是要用纯文字了啊。做出收白点，对不对？一下子间，啊，一下子的样子。或者呢，而是语助词，也可以，对不对？而也可以当语助词啊，没有意思，助词而已，因为助莞尔而笑，你可以说枉然的样子，也可以说这个就是枉然的样子，而没有意思，有没有？就可以，就而可以当然的样子，一时间晴空变成了。
黑麻麻的一片，就是翻译，最后才是，是为什么它能够变成这个字体。所以才讲翻译啊，翻译都最后读不懂了。这当然我们在夸饰他，对不对？可以说万里晴空。都成了一片漆黑，对不对？所以再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意哈，就这两句 OK 了哈。意愚昧，这个意怎么回事，对不对？意我们前面想过了，也可能是单字想不起，强调的这意思啊，最后所以才二二三四才所以嘛，二二三五，它因为反而编号在后面，因为所以字，所以愚者出安意一昧，而翻成，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懂的人，成了愚昧无知。发生了什么都不晓得。要这样发生，不要变成那变白痴了。发生了什么都不想，对不对？现在反而也一样成了愚昧无知。对，愚昧无知就有点强调的口吻了，我就没有特别去翻那个意的字啊，意愚昧，非常的愚昧。所以意大就是非常大啊。意大是非常大，然后意愚昧呢，非常愚昧，好。扶老西幼、哦、都是白话、哦、扶老西幼，扶老西幼出门走，茫茫真是上家口、哦、这当然重点是要讲走这个字，照，所以念台语的照是对的、哦、其他都是白话了啊、哦，没有盲点。台湾闽南语啊，台湾闽南语字典。照，对，照，台语的照。台语的照就是跑。国语的走、欸、是慢慢走，也可以单字想不知道。跑走、飞走、逃走，对不对？
这时候的走是不是很快？急奔啊，夺门而出。夺门而出嘛，保命。苏雅七要夺门而出，茫茫真是丧家狗。茫茫，这茫茫也值得讲一下。茫茫，字形结构换部首可以变成。是不是荒字？你看那个茫。这是心莽，由惊怖，对不对？那就是惊慌。得到捉住，九阳神功看到了没？神不神？随便你们喽。啊，你看，茫茫。丧家狗比丧家犬，犬不就是狗？左边也是字形结构挺异，是不是？所以都不好好学，有逃出我们九阳神功吗？茫茫就慌张了，心慌慌。那这个茫茫也可以什么？换部首变什么？茫茫，不知所踪，对不对？茫然，甚至盲目，是不是都换部首？这里带回二座对错问题，带回二座是不是都可以？而且还可以赏金。含义叫什么？两块之意。大家盲目的夺串嘛，你还可以想到什么盲？就人家说忙，每天忙都要忙什么？盲目的忙。人家来上课，就好像有很多同学到教室上课了，在那滑手机也不听课，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考试了再说为什么成绩那么差。赶快气休啊，才可以去忙自己的。为什么成绩是到底是怎么样？他这个问题不就是茫然无知啊？然后你可以自己拍一段实境秀，不要光滑手机就可以录影了、啊，自拍。你买两只手机嘛，另外一只专门拍自己上课的干什么？要不要赶不赶？啊，等赶了再来说，好不好？啊，时间又快到了啊！又快到了，就要去那个什么了。是，好像，真是，避免重复用字嘛。那这个情也一样，画箭头去给它对应一下。它因为跨页，我现在有的话，大家提供一下好吧？怎么样让它这个图，这个可以跨页？
晴空沉重和天亮接近。形容他们更有楼居最动摇，你看，人家动移动这里动摇，这个动动梁能动摇，跟楼居动摇这有点重复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说他坏话，对不对？欲下不得心急焦，可是好话又来了，所以都就事论事，单就这个断章取义当然不好，可是人家这里在想，他要讲的是，有些楼已经危急到想要下楼都没办法、哦、对不对？有些人很幸运可以跑出来，也许一楼的，只要二楼以上就出不来、嗯、所以就这个上下文是可以的，就这要注意避免重复、嗯、来休息一下，等一下要准备去拜忏听常遇老法师老和尚开示的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巴利文原典音译巴利文里面的记载，更有还有更怎么样，对不对？更有楼居最动摇，来，他为什么要醉？一下不得心急啊，最是强调哦，你不能讲大动摇，最动最它只是一个强调，就是类似大的意思。楼居其实就是什么楼房嘛，因为它前面用房了、啊。你看，查这个也可以哦，这个、单字的话查这个。所以的话有程度上最好嘛，最重要就是他有强调是几度、嗯、现在又很慢了、哦、楼居就楼房，因为前面用了房，前面哪里用房？看错了，哎呦，没有啊，那后面用了房，前面还没弄到房啊，啊。所以怎么讲都通，对不对？我这个很干跳哈，你懂那个原理？安德长房说地，然后楼区啊，一个楼。人民居住的地方就叫楼居了，没什么。你不放心的话，像我们不放心，怎么不能误人子弟再来查词典？那我们搜这个词汇，没有的话看全文，看有没有人这样用过。有，好，楼居知道吗？长伦先生，知道明朝对不对、嗯？我们看国学大师楼居。住楼的房子、嗯、看人家怎么用，且先人号楼居，在就是、哦、号楼居就住在楼房里，楼居就居住在楼房，那倒过来读、嗯、楼居
或者在楼房里居住也可以不倒过来，所以总之他都是省略了在楼房，对不对？这样我们就没有抽盖了。所以你在我这里学到了怎么样自己去，不要那么没有自信嘛。还有哎，有的房子要注意，这里的楼就是两层以上啊，所以欲瑕不得新其娇，这应该不用吧？先抓东西。下次下楼不下，千万有楼。下楼不下。那就是千万有楼。不要说前稳前面，前面比较亲切一点，好像当面，只在前面就有楼嘛。其实这个就是下楼嘛，其实这两句就是讲下楼，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倒叙从人。你看，我们来玩一个拼乐高积木，来，你看这两句是不是倒叙从组，又可以读成什么？欲下欲下动摇，欲下动摇的楼居，更有人，对不对？还有人，有些人西家入户，更有人欲下动摇的楼而居不得，心里在那叫，对不对？还有人啊，所以前面更有是说更有楼，对不对？可是你看哦，我们刚刚忽略掉这个，那现在是说扶老携幼出门走，这里主持是不是人？所以更有人，所以不是更有楼啊。人欲下，当然你更有楼也可以，还有很多高楼怎么样，摇摇欲坠。那有些人想要下，下不来，心就焦急，也可以啊。这里主持是楼，下面的主持是人，这样当然也可以，对不对？楼居最动摇，其实就是摇摇欲坠。更有楼居最重要，更有人在楼居，啊，这是倒叙从组，一般就是先读这个，只是楼房最动摇也可以了，那这里的欲下不得，欲下的主词当然是人嘛，所以这都是先抓动词，找对主词，对。这也是找对主词，对不对？那楼房这也是找对主词，更有谁啊？这应该是在这。只要记得找对主词，这也是楼。要在一起，因为它是一个词汇，是楼。好，对。目前还没，它有我刚瞄到那个最后一个“缩地长房”那什么意思？啊，心急视为肝胆碎，失足一堆魂囊糟。
所以都是找对主持嘛，对不对？谁兴起啊？那些当然是那些跑出来的人嘛，对不对？失足一堕魂难找，所以这表示那些逃命的人，叫什么灾民、难民，逃命的人心很急啊，哎呀，形势很危急，对不对？是我也可以单自享不死啊。这有什么词啊？哦，我们出来啊！看前面那个也是奇怪，延聘员，什么用延接？延揽到什么工作？点进去点，再重用。啊，是，可以单字享受的时候，所以这都是比较变化型的单字享副词，是不是就形式为基？以及它的拆码怪怪的。急是猜一，恐急，形式恐急，那个恐也是非常的意思。恐急倒可以保留，跟学生讲，这个白话文比较少用，可是这大学以上的程度也该知道，比较文雅的时候，非常文急就是恐急。你看现在我都用到了。跟他们讲过，孔不要只想到孔子，就是鼻孔那个洞，还有非常的意思。暂停休息，直播继续。直播不能暂停的，我这个要暂停了，休息一下再过来。哎呀，这个结束好，失足一堕魂难叫。那不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失足这个白话都在有啊，失足就是摔到电梯里啊，失足的，已经失足了，一堕当然是堕落嘛，堕当然是单字想就是堕，可见知道是什么，同意。副词，然后也可以，你这堕也可以等于是什么？坠落也可以啊，坠落。围楼很稳，如果不小心没踩空，那这个围楼除了那个围楼快要倒塌之外，那还有什么？也许是已经倾斜了。他们总要慢慢爬下来嘛，所以走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就一脚踩空，什么？
采空，我应该没打错字吧？因为我们是很严谨的，怕误你，尽量能查就查。去踩，所以应该是足部的踩。啊，有哎，一脚踩空，所以这个要补充。白话有的词汇怎么可以没有？生活会用或常用。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引用我们的网址。踩空了，如果万一踩空的话，多了摔下楼啊，摔下楼。一坐，一旦，一旦到。或者一下子，都可以嘛？你是一旦或一下子的意，对，一旦是想过，一旦堕落下来，对吧？你现在摔下来就很难招了。摔下来，摔，哦，摔是手部，我今天写足部。啊，一旦摔下来。魂难招，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别摔啊！别忘了，不是足部啊，是手部。使劲秀给你看，魂难招这个文学语言啊，对，其实就死掉了嘛。啊、可能你看他不直接讲死。就难招魂就好，魂难招，他的魂就难招，这叫什么？换句话说，这就叫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对，不直接讲死，他说，他其实就是一旦失足一堕。燃烧，后续重组。一旦失足落地，就没命了，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其实，对不对？一旦。是一旦，对吧？一旦失足坠地，坠地是堕，好大的程度太烂，要打一次，打死你，就没命。魂难招就是没命，这才是翻译，所以不能学翻译，因为翻译要迁就你白话表达的方式，最能够让白话使用者。
听起来，意思对，是这样。哦，不是在一些迁就，所以它叫翻嘛，翻桥不是在一些迁就原文的文言。当然，你能够迁就越照原文走最好啊。可是已经翻了，这不算错。可这种翻译已经有点像意译啊。翻译要注意，不要写成大意啊，这不行啊，这还不算大意，不要写成某句话的大意，要不然就不行了。讲这句话大概讲什么，当然不行。我这个还是有讲他要表达的意思。哎，他有表达意思，把它翻出来，对不对？叫意译。译者，这就是我们要批判的了。所以没错，他有的太白了。当然，像我们刚刚读我自己写的，他如果是我这种水准，可以啊。当然，我不是一流的诗人嘛，对不对？你也不会读我的作品。然后我相信我写的那个跟他这个大概同个 level。差不了多少，不是我们自己吹捧，自己凭良心看，他不会比我们高干到哪里啊？你看前面看那个文天祥和他这个比较有点白话哦，简易文言诗哦，比较亲民的啊，亲一般民的，就像我写的，我就是为了，不是文言诗，像前面看我们看韩愈的，甚至文天祥那更不用讲了，是不是？那才你就知道 level 有差嘛，水平有差。好，先这样，请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律阿法弥陀师佛佛，学讲座讲少等造业，多念题：佛。巴利文真接正下佛去陀及弟子们一生故拜事，两王宝日忏，然期后发在现三月他一日起，每周一至周终于五到晚了上上七点三十分五开年始，时期地阿点弥陀正佛，德佛堂台北分院，十台北六号市码，大同十区六民讲，权西路你一百好，二十五号，电话等一下零下二零去。二二五九三三六五八。千载难逢机缘。所以真是不可思议啊！自己有用功才会感得有这个机缘听到这个。我之前也都对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很不明了，反而变成一张白纸，然后听旁听了把曹翁立老和尚介绍的巴利文了，真的跟以前一般的传说很多是不同的。我们没暇去研究那么真假，重要修行你要知道你的目的在哪里。不是要千万要小心，不要沦落世间里头那一种学术。我们刚刚才看我写的那个诗嘛，对不对？沦入学术里头那个蝇营，那争了半天，你得到了什么？就好准备出门了啊！那昨天6点半出去，竟然位置已经满了。可是没关系，给人家二楼位置已经满，二楼是那个清净老和尚的位置哦，那其实我发现昨天代餐的或上课在四楼也不错哦，虽然是只是看那个转播的，就是人到心到就可以，不用执着说一定要在现场跟他面对面。那么我们不要最后变这个嘛，萦萦扰扰中何有复此暇，满腔热血，人的生命可贵啊，人生难得。修行是为什么？是求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到底当时是怎么样的吗？不是吗？那是他，关你什么事啊？重要是你自己，可不可以把烦恼断了？求得出离和解脱，心清净了。假如因为这样，反而觉得，哎呀，那我以前读的这个大藏经或什么佛经，中国传了2000年的，那怎么办？我问你，你就是陷入科学的迷思，这就叫所知障。前面我们也讨论很多。所以我说，现在开始是放心的去讨论那个真理的问题，不是大学国文啊，只是迁就大家。前面我们也讲了嘛，这个迁就了，还是被人家说成这样，那干脆我们就做合个言而至啊，做我们该做的，不需要迁就什么现实的啊，对吧？合个言而至嘛。我的知识这样讲，刚刚讲"久在烦恼里，不得反自然"。你继续吧，一下子我就要收了哈，因为让大家等那么久了。Facebook 直播我就这里做个结束。好，我们接下来大概只讲一句就可以了。一走热锅就是要批判他嘛，一看就知道是热锅的蚂蚁。他，你看他前面还手忙脚乱的，
对不对？什么？哦，扶老西幼了，对不对？你不是手忙脚乱吗？他你看也有手，这边有手吗？没有，好，忙也想到手忙脚乱，大家猝不及防，突然地震来了，惊慌失措。方寸乱，对不对？手忙脚乱。心慌慌，对不对？你这热锅都很明显，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好像你这个走，注意哈，这走也是快走的意思。逃命的意思，逃走。趁乱，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两脚圈存绳索绊啊，这个就是绳子了啊，圈臀绳索绊。那臀我们知道说臀骨拉面，对不对？我现在吃什么？好像臀骨。啊、你看，还要谢谢。保留的臀，也不能说保留了，保留了常用，应该说在日常中保留了，在日常中。所以海豚又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的豚还有猪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海马、海狗、海狮、海象，对不对？哎，为什么没有？对，有，你这样就知道了嘛？啊，有海马、海狗，有这些为什么没有海猪？因为它不叫海猪，叫海豚。所以你看那个海豚跟猪有什么特别？相同的就是是不是鼻子都长长的？啊、哦，对啊，所以海豚其实就是海猪了。所以臀骨就知道是那个臀骨，你就知道是什么猪的骨头，不是牛骨了。也当然更不是人骨，对啊。啊、哦，它这个是心思的拼法。好，所以来了圈臀什么意思、啊、要么就专有名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所以你看课本要注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注来的啊、哦。对呀、啊，谢谢这个前人或整理课文的老师有用心。两脚圈臀神头慢，我怎么读这一句呢？你看我也读不懂啊，什么叫圈臀？三又来了，又用这一招，三步转五转。哎，三步
转路转，这也可以用，像那个什么，不用那么大，啊，像那哎不是这个意思，像那个不见题目时间关系，就是一种读文章去思考的方法，啊，不要看不懂就器械头上急的去，你看我有没有急的去找那个。注释翻译没有嘛？自己想尽办法嘛。你这样这种方法，你才会圆转。人家说练灯，一而再，再而三就熟练了、啊。熟练变得反应就越来越快。对啊，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怎样？我读法是这样，天字还原嘛。你看，然后再想想天字还原这样天合不合法？因为象是不是常常会省略？你看。天字还原里头，啊，这就如啊像，还是很早归纳，就反正在于更不用讲，最常碰到的在于，啊，两脚像，臀背圈起来，然后绳索吧，两脚像臀背圈起来的一样，啊，连臀背绳索圈起来绊住臀背。天字还原，你看配倒叙重读，你们也常常用这一招嘛？这一乱读看不懂的乱读，我也是啊。可是我为什么行？你注意带回二座，还有要注意，就像刚刚讲合不合法，不能自己随便爱添什么添什么，那爱得了，那干脆你来写，对不对？要添的，你看我的倒叙，像被绳索圈起来，那其实就是两脚绳索圈，可是不能说绳索圈臀，变成把臀圈起来。两脚像圈臀一样被绳索绊住了，啊，两脚像臀被绳索圈起来一样，类似的啊。两脚像全被圈起来，用绳索绊住了一样。你看我刚刚新学的，再变小比较快。两脚像全被牵起来，全被圈起来，用绳索按住了一样。到时候再看人家翻译和注，我们目前只能这样读。最后再去看，跟人家比较，看课本的注释怎么说。目前先这样。那意思就是讲，热锅上的蚂蚁表示怎么样？两个都想，不管是蚁。借来比喻，借喻就借来比喻。人像蚁，或出就蠢了，怕你们程度太差哟。不知所及的跳脚。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找不到出路。哎，找不到出路的样子。这样你就知道他这一句到底在讲什么，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他很明显，他一定是相对。你来来，我们补充讲一个相对位置，可以天字还原。所以我们都像数学一样，对不对？因为讲出一个，哎呀，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母，
很明显的呀。是我们做比例。移走热锅，方寸烂，是不是也是？移走啦，方寸烂也是像。对，像蚂蚁走在，应该倒叙从在热锅上行走，方寸是心，总知道吗？哦，这总知道，你不知道现在补一下，我怕你们连方寸是什么都不知道。方寸是日期，因为心就在方寸之间，心就那么大，所以为什么会用心来指方寸？对不对？就是答案就在这嘛。因为像，既然可以这样，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对不对？它竟然可以像，对，不是真的指科学语言的猪之日，啊，它是指人，还是用来比喻，用来像。学这个，我现在也没老师，也没有参考资料，两手空空，就是这样去读懂它的。好，刚好我们那个手机没电了，它自动关机，然后直播也结束了，正好我们也要结束，正好，它没电，它很奇怪，可能我这个充电线充得太慢，所以它。都来不及充，不知道用我那个外接电源会不会好一点。好，那正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我要顺便传啊。那其实都要接着讲，因为这个后面都跟现在两脚两手，对不对？囧逼很囧啊，囧阿力的攀援不绝，怎样怎样，手足无措，不知道。那这里就会写发生地震后，描写人民逃命，手足无措，心慌意乱，不知所措那个样子。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啊，希望也回向天亲在主，还有这些学生菩萨，早日长大，开悟，明事理啊，实事求是，不要只跟着自己的情绪、孩子气去搞啊，只能这样啊，愿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阿弥陀佛。